毛茸茸单品，暖洋洋过冬。冬季的到来也正式宣告着毛茸茸风格开始流行，平凡的单品因为有了绒毛和皮草而进化成令人着迷不已的可爱款式，像是每年冬天必备的雪靴，加上绒毛后可爱度加倍，也带出温暖甜美的季节风貌。立体的彩色毛球除了运用在法式上，就连服装也跟上这股风潮，装点出糖果般的甜心气质。柔软的绒毛材质，不论是细微的点缀还是大面积的铺盖，都让人无法抗拒，瞬间抓住众人目光。赶快加入毛茸茸的行列，变身为人见人爱的甜美女孩吧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